太慢了，快点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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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太慢了，这个是要快的。九、十，好。十，这边上路吧，前滚翻。大家能看出来吧？看出来他对发型的在乎。哦，发型，发型，刘一仙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头帅点，头帅！幸好在刚起步的时候就摔倒了。加油，加油！你头要立着，你这样会歪，这样会歪。不行哎，真的不行哎，不行不行，方向不对，有点太难了这个。哎呦！啊，我都被感动了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两个就过来了，好，好。我让宋老师，喂，这是我的，我的。可以把这人推下去吗？你们认真跳好不好，姐姐？我不下去。看见了吗？女人和女人间的厮杀。哦，好酷！你现在很简单，你选一个就可以了。一定要让他为难一下。完了，水端不平了。黄玲姐姐，我特别喜欢你的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他要说什么。但是就是想要照顾西西姐姐。哦，好，我知道。没关系，再见，拉黑。对不起，姐姐，对不起，姐姐。你不可以拉黑他的，不可以欺负他。哦，为什么？不可以，反正他现在是我的队员。哦，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是对手，我肯定要欺负他的。是不是挺晕的？刚撞完以后啊，非常晕，而且有一点不敢往前冲。你是为了不敢发型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是真的晕。你们可以试一下，主要还是发型，主要还是发型。